OK， 让我今天来收集火焰，就是这个格林剧团啊。咁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城市仓库。其实我不知道收集火焰嘅啫，即系行过去攞一下咁就完噶啦。好似有啲单，咪呢度啊 ？Yes， 死啲啊，死啲先。应该唔系打波先啲啩。火焰是怎样的？红色大劈的。What？ 我 What？ You wanna fight me？ 去打他啊！哇，打不到他，这个怎么打？不是我去打他。哇，他这样走来走去，怎么办？哦 ，OK， 打打打。有一次小怪的感觉，因为你是捉人。喂，他这样怎样搞的？你的灵魂大啲，但他会在同你保持范围，好烦。哇，好烦，怎打啊？哇！我冇杀啲咩啦，已经。哇，好快喎、啊！你点样打啊？哇，我向下打，我要跳先可以。呢个可以打。哇！哇！我支针顶住我，死未？哇！呢个有啲远，呢度。哇！咁快，好后悔，我想讲啲。哇！佢唔可以咁噶，我冇血啦，死我要。哎，死咗啦！火焰拿出嚟，火焰。嘟嘟嘟嘟，哎，就系原来系佢收集嘅。O K， 我下一个地方。其实我觉得咧，呢个应该系咪第二个结局啊？但系应该做呢个先啦，系嘛？因为佢最近即系最望得见嘅结局就系即系呢个剧情嘅，就系呢个咁嘅格。做哪里之后？呢度，去边度好呢？去呢度啦，水晶山峰，但好远。哦，得特埋我思上去就得啦。OK。哇，你出咗嚟嘅喂，有咩同我讲？冇嘢同我讲。佢不时都会喺呢度倾偈。啊，系啦。诶，有新嘢喎、啊。得矛斯四周都系悬崖峭壁，要嚟到呢嘅话，绝大多数旅行者要走上一段曲折迂回嘅路。啊，绝对是一场艰辛嘅路途。但系王国鼎盛嘅时候，要到呢度就容易得多啦。喺悬崖上，我很容易通过嘅老旧嘅拖人柱。不过佢与连接嘅桥梁好早已经就崩塌咗，但即使大桥冇断，有一扇大门挡喺入口处，这意味着门根本忙不起来。即使是最热闹嘅时候，咩啊？到呢度嘅旅客都渺渺无几，我唔系向你抱怨。不过我想看，我也不想看见有大批从直接不得忙先住客，佢中意清静。啊，假啦！诶，嚟啦，女王陛下，我哋嚟找你啦！我哋收集完啦。Hello， 爸爸滚蛋啦！太好了，孩子已经燃起咗火焰，全众都大人喺度等你。嗯，
做咩成日都玩个手风？团长大人，嘣！哇，几威啊！可以感受到你所收集嘅火焰散发出温度。点解我哋只宠物只眼唔系红色嘅？一场精彩嘅开场演出，空气中弥漫住热烈嘅气氛。今日孩子你做得好好，让你嘅火焰燃烧得更亮一些吧。哇，佢有手喎、啊，佢手指仲好长添。真系漂亮，孩子已经成长了，从一个无力作为青年，作为嘅青年变成咗一位强而有力嘅伙伴。呢片土地危机四伏，你一定乐于接受佢嘅帮助。不过唔好忘记我哋嘅仪式舞蹈都要继续进行落去，继续寻找分散喺各处嘅猩红精华。当孩子再燃满火焰时，回到呢个舞台，表演就会开始。仲要收集，但系升级咗我哋宠物，佢有两只翼喎，而家劲咗。我仲要收集埋今次嘅就会开始啦，要咁多嘅嗰、那个，哇咁多唔系啊嘛，咁要自己收集一下，都系三个，国山都有一个。唉，好啦好啦，去收集。哇，呢只好似唔同喎，我呢只大只啲啊。我哋把刀好屈机啊！喂，你射乜长柄咁大啊？哇！呢个灵魂大师嘅招，哇！哇，佢帮我哋射击几只嘢，好劲！哇！哎呀！咦？点解缩喺墙里面先得噶？你缩喺墙里面，我点搞大佬？哇！佢冲击好猛烈，肥啲嘅呢一只，好厚血啊佢！哇！佢帮我哋射击，但系佢嘅射击好似冇咩用，好耐要死啊！哎死了！其他三只应该。唉，好啦好啦，即系有少少唔同，即系难啲咁咯。喂，我啱先打嗰阵时咧，呢度发觉有个碎墙喺呢边啊，唔知咩嚟嘅，快凿开睇下。可能就普通嘢啫。但系点解呢墙又系同嗰个即系复活灵魂嗰个鱼人斗兽场嗰啲墙一样？呢墙咪专系搞啲灵魂嘅呢度。OK。我打咗第二隻啦，争最尾一隻呢度，好多隐藏嘅，呢game边度有个隐藏？哇！咩嚟噶呢个？咦，有个宝箱？喂，呢度有墙咯？喂，呢个图会多长少少？呢度有，即系好似鞋啊，咁多！哇！哇，佢即系会写啲咩？印章 ，OK，Alright，OK，We are back。呢个已经收集完啦，咁多个呢啲咩咩声，咩咩火，爸爸滚蛋啦！太好了，孩子依然喺度火焰喺度等你。嗯，咩啊？舞会唔系舞会啊，系歌期开始啊！你笑我定唱歌啊？美妙美妙，如此美妙啊！我嘅亲族齐子时机已经到来，我要散播嘅种子啊！哇哇哇！呢个灼热火焰，佢心中落下咗仪式嘅吉兆，佢好似喺度自残紧，咁抱住佢个仔啊！原来嗰系佢个仔嚟嘅 ，OK。疼！哇哇！哇！呢个唔系乜嘢？呢个唔系愚人斗兽场，要个墓嘅朋友，观众们喺度等住，让佢看你是多么重要嘅角色。咩啊？咩啊？打 boss！ 哇！点解要打 boss 啊？唔系歌剧咩？这是吓？喂！哇！睇先！哇！好快啲嘢！
咩嚟噶？好似唔够高嘅咩嘢？哇，好准啊！哇，好似啊！我谂我会死啦！诶，冇事嘅，我真系要死啦！够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！这是哈？点解鱼人斗兽场突然间发生乜嘢事啊？我呢可唔可以除低佢啊？喂，大佬，可以啩？我谂，呢啲护符，我觉得快速斩已经冇咩用，因为我都斩唔切佢。我觉得要升多啲法术。我唔带嗰个幼虫，我唔带嗰个呢、這个应该可以噶嘛？格林之子之后呢带咩好啊？我谂唔到。哇，不如带个咩嘢喂？嗰、那个虫嗰个可以行嚟行去回去嗰个喺边？喺边个啊？呢、這个又话好重要啊！咁你做咩打我啊？伤心啊！系咩啊？喂，我同佢对话先。爸爸滚蛋啦！哦，我一定要带嗰个护符噶，点解啊？我是吧，咁我咪冇呢个位咯，唔伤心。咁啊，孩子，你真系困得我犀利啊！居然要我打你个团长，又话歌舞剧啊，而家歌舞剧呢啲啊，好伤心啊！开波。哇！哇！呢个咩嚟噶？喂！哇！哇！个音系有啲劲。哇！咁长咩呢个嘢？哇！好难避呢个。No。点避啊？我呢个。哇！呢个边个跳起？Oh no！ 好难啊，好难啊！呢个塔条好劲，好快佢点算啊？经过长时间嘅作战之后，我发觉这家伙是不能战胜的。咁因此咧，我决定暂且又放喺呢一只嗰边。太难咧！咩剧团团长嚟啊？仲劲过啲嗰啲乜嘢？仲劲过啲啲？奇怪 boss， 真系好多奇怪嘅 boss。我谂住去买，呢个系唔关事。我谂住去食腿姐嗰度买佢啲护符，即系或者仲要继续探下呢个皇后花园先，嗰啲好似比较重要。即系我而家就要去买晒呢啲嘢去加强自己嘅能力。他妈的！第二塊就呢個時間，最後一塊咯已經。拍同埋住我，嚟嚟嚟，買買買買買。我覺得石腿姐啲嘢好貴的，又係新一個。拍同埋住我，冇啦，我買曬會點嘅，買曬買曬咯。八百數的，又來了，你知道已經冇嘢可以買，我所有東西都俾你買空了。难道你系乜乜我手里大把胶？佢都归我哋，只是公平交易得落的。入面仲有个骨钉，我可唔可以俾埋我？八百数的，我又买晒啦。我仲要石腿，石腿即系边嘅，我唔记得咗添。咁啊，今集嚟到先啦，好似都好长下咯。我录嗰阵时感觉。咁咧，下集就去石腿姐买嗰啲嘢，同埋去皇后花园度探。咁啊，到时边强睇有冇机会攞埋剩低嗰啲嗰个咩矿石啊，合埋最高级嘅骨钉，唔知系咪最高级？咁咧就再打呢只嘢啦。
好难打呢只，我想讲。唉，好啦，聊到呢度先，拜拜。